我是洪芝啊！刚才陈三娃来买豆腐，说海老头昨天晚上从县上回来了。哎，你说这老东西，他回来想干啥？啊？我哪知道？我呀，还巴望着他在镇上那间铺子能变成我的豆腐房呢。哎， 你想把豆腐房搬到镇上去？哦，哪有那么容易啊？能让黄镇长劈块宅基地，把咱这院子扩大一点就好喽。哎，我心里装着个大米碗，不然我天天往小楼送豆腐干啥？你说他回来想干啥？啊？你去问他去。要说啊。 镇上可就属海老头那铺子好，看把你美的！小兰，喝豆浆了啊！哎，快点儿！来了。啊，来！我都喝烦了。你看看，连个牌牌都别不好。这你没听人说啊？ 这豆腐房里出西施，为啥？那都是豆腐冻浆养的，又白又嫩的，你不想长好看点？嘿嘿，你骗人！郭府他妈天天吃咱们家豆腐，咋还那么凶哦？嗯，不许乱说啊，人家是镇长老婆，我该那样，快走。 进屋喝茶啊！来来来来来，不了不了，来来，进屋我这屋里没火了，我得回去添火去啊！鬼子，哎，把鞭炮给我挂上。好，够大，师傅，啊，挂着啊，就那儿。哎，先别点啊，哎，时辰还没到呢。 哎，师官，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哎，世界行业三样苦啊，撑船烧窑做豆腐。哎，你我呀，都苦都苦啊。是啊，哎，开船了。哎，师官，啊，你晓不晓得海老头回来了？知道，他大概是在城里啊挣了几个钱，想回来。 吃我的金豆腐！哎，我看不像。昨晚上人家在王寡妇的茶铺吃茶，哦，好神气啊！说什么桃园镇要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是改朝换代。他要有本事啊，就重新再把他那个铁匠铺打开。哎，人家说他今天就开。酒话，全是酒话。管他什么话。 跟我没关系，船到岸了，哎，大伙儿下船了，大伙儿下船了，大伙儿慢点，娃娃不要跑，慢点，慢点，走吧，慢点。
这是我和小兰的船钱啊。你这豆腐是越做越薄了。我金石棍做生意啊，向来是本本分分，童叟无欺哦。我知道后世的都是贡品，要送进皇家小楼的，对吧？豆腐来喽。小石棍，给我来碗豆腐。县里的豆腐吃了发苦，还是你的爽口。回来了，回来了。呵，鞭炮都挂起来了啊，还真要重新开张打铁啊。我不打铁，喝西北风啊。又给皇家小楼送豆腐去了，人家爱吃嘛。鬼子，哎，我看你还别送了，再送下去啊，恐怕要送牢饭喽。嗯，送牢饭？我给谁送牢饭？哎，哎，嗯，你知道黄志忠上哪儿去了？那黄镇长不是跟赵书记一块儿到县上开会去了？是开会去了，会还没开完，让县里给扣了。你瞎说啊！你想吓我？你滚！为啥扣他？因为他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让人给告了。我说这种事情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想开铁匠铺，我还想卖豆腐。呀，石棍，你跑啥？石棍，石棍，留神！别摔了跟头，砸了豆腐。来了啊！啊，你早啊！卖豆腐。哎，还有没有豆腐？卖完了，大姐，明天再来吧。啊。哎，人家玉泉的豆腐王来了，生意好得很嘞。这下，你金豆腐算遇到对红心了。玉泉的豆腐，怎么能和我比呢？哎，他就是豆腐王啊！哎。也是豆腐王的女儿，玉泉有名的豆腐西施，她还是茶铺王寡妇的侄女儿。小妖精，哎，你这豆腐咋卖的？七角钱一百，卖完了。完了，你这生意好得很嘛。好，徐婶的饭店明天还叫我送呢。嗯，你明天还要来啊？怎么了？我怎么不来了？以后我天天都要来。我说，我是金豆腐，桃园镇的，你玉泉凭啥来抢我的生意啊？哪个抢你的了？生意各做各的，我玉泉东西就不能来桃园卖了？我跟你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你晓不晓得？那你，哼，小妖精，营业执照是铁匠铺的，不许超过经营范围修理农机，你知道不知道？傻子的事儿，你还没了断呢。上回的事儿自然会了断。
这发动机，狗娃子在农机站修了两三回，花了400-500，越修越坏。嗯，我只不过是帮农机站挽回点面子。哎，这可是学雷锋做好事，一分钱不收，是吧，狗娃子？跑通。哎，是不收钱的。上次的罚款你还没交呢，不交罚款就开铺子是非法的。我既然敢把门打开，罚款自然是准备好了。500，是不是？我想亲自交给黄镇长。我是工商所长兼市管会主任，你把钱交到我这儿来。马主任，这事情的由来咱得收拾清楚啊！农机站原来是承包给我的，后来黄镇长硬要承包给他小舅子你兄弟，我不服，当面骂了他，这才有罚款关门的事，对不对？我是想等黄镇长回来，我当面赔个不是，请他原谅。要不这罚款一交，不小心再放个屁什么的，什么？这门还不是说关就关？还有头。等我们家老黄回来，跟你算账。等着瞧。气走了。卖金豆腐8毛钱一板，谁要金豆要不要？哎哎哎，你怎么回事啊？这谁的筐啊？怎么摆到这儿来了？往里往里。哎，说你们的，都往里点，听见没有？哎，像话，这边这边这边，往里往里，去去去去去去，这边。哎，你们都往里点。哎，你这卖什么呢？我问你卖什么呢？几颗竹笋。封山育林，不许挖竹笋，知道不知道？这是自家林盘里不成材的病笋，不挖也烂了。什么病不病的？马上送到镇政府食堂去，全部没收了。这回就不罚你款了。快去呀！马主任，这些农民无法无天，往里点，往里点，说你呢，听见没有？太不像话。马主任，啊？黄镇长啥时候回来？你找他有事儿？啊，没有，我是说，啥时候把臭豆腐送到府上？他不回来，我们就不吃了。我们家的人，你还分一二三呢？是棍兄弟来了啊！来来来，喝碗茶去。喝茶？喝啥茶？你没看我的豆腐？豆腐咋了？你啥时候见过我挑着卖不完的豆腐往回走啊？我说老板娘，你们玉泉的豆腐房凭啥来桃园镇抢我的生意啊？抢？哦。他是动刀了还是动枪了？他卖他的，你卖你的嘛。老板娘，来碗茶。哎，来了。未必我开茶馆就不许别人再开了。我说他这自作自受。啊，你们说说他黄志忠怎么能说得清楚啊？就凭他一个月那点工资，能盖楼，能吃好喝好，能过得那么安逸。政府不抓他抓谁？不会吧？不会啊！头两天我还见他在酒厂训人呢。谁说头两天了？我说的是现在，而今烟幕下。你说的玄喽。刚才他婆娘还收了我的竹笋，凶得很嘞。
凶，看他能凶几天？小声点。嗯，小声点。哎，我说海老头，哎，这喝茶可不是喝酒啊，不许说酒话。你还别说，在县里边我就想喝你掺的茶，你的茶喝起来像酒，醉人。倒不正经，真有意思。哎，别走，别师傅。哎，师傅，过来过来过来，喝茶喝茶。不了不了，对对对，啊，小兰他妈伤风了，我还得去抓药。伤风又死不了人，你不想听新闻啦？快点嘛。好了，哎，好，哎，行了。你刚才说的有啥依据？我实话告诉你吧，是镇上有人告了他黄志忠，所以县里对他采取了措施。真的？说的多远呢？你咋想？不一定，也许我昨天从哪儿回来？从县里。看什么出牌啊？你还不懂？你瞎说。马主任，马主任，马主任，我到处找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说。什么要紧的事？天塌下来了？哎，你听我说嘛，海老头在茶馆里。这个老东西，哼，看我怎么去收拾他。马嫂，马嫂，我问你，刚才海老头在这说什么了？啊，他们吃茶摆龙门阵，我在这忙活着没听见。哦，我可听说你王嫂的侄女儿从玉泉跑到这儿来卖豆腐，这事儿怎么没向我汇报啊？嗯，你说怎么处理吧。哎呦，孙老头来了。哎呀，快进来快进来。马主任，我侄女的事儿还得靠你多关照啊。刚才来卖豆腐的事儿就让他卖吧，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嘛。哦，对了，待会儿派出所来抓造谣犯，你挑出来作证啊。这镇长这可是父母官啊，是不是？啥？姓黄的被县上给抓起来了？海老头啊，在镇上到处讲，全镇都晓得了。哎，你说这可咋办？这玉泉又来一豆腐王，按镇上的情况来说啊，这事儿啊只有马元凤才能解决。可黄镇长又，哎，你说这海老头为什么偏偏这时候回来？打铁的跟黄镇长可一直有仇，说不定啊是在说怪话呢。我看不像。那咱们也把豆腐降成7毛钱一板。你说的轻巧，吃根灯头，那降一毛一天要少挣好几块呢。那你说该怎么办嘛？要我说呀，关键是看黄镇长倒不倒。他要是倒了呢，咱就不能指望马元凤出面赶人了。他要是不倒呢，咱还得继续送豆腐送礼，让他出面啊把玉泉那个小妖精赶走。那他到底倒不倒啊？你问我，我问谁去？那你提瓶酒去问问海老头。要不得要不得。那他要是到处乱说，让马元凤知道了我和他在一块喝酒，那不就麻烦。那你去问问四叔公，他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
石锅来了。啊，石锅，你咋晓得是我啊？这海老头在镇上喊的那件事儿，还不把你给喊到我这儿来？哎，敢放手？石锅，来。不，我来。哎，四叔，哎，我是来请你老喝酒啊。哎呦，白喝你的酒啊，我可没有那么大福分啊。整个这桃源镇，也就是黄志忠跟马延凤两口子能白喝你的酒。石官，海老头说这黄志忠是隔离审查呀，还是已经进了班房了？好像没说过。你先喝，你先喝。四叔公，您老在省府干过事儿，那见过大世面。您见得多了，您说海老头会不会说的是酒话？酒话？你听这打铁的声音，一下是一下的，这像是说酒话的人。谢谢。这报上灯了，又抓了个厅长。哦，黄志忠算老几呀？连个七品也够不上啊。不过抓不抓他谁也说不清楚。哎，快坐下。那海老头就清楚啊。嗯，你别看他是个打铁的粗人，精得很。他跟他那侄儿在县上开了个菜刀铺，专门卖他的刀。石官，你想想，他要是没有个人情什么的，能办得到？哦，来，一块搞。哎，我说呢，这西风北风把人吹得都弄不清了。闹不清楚你就站中间，谁都不得罪，哪头受干着你都能吃上糖。对。石官，我呀在省上，在澡堂那里头啊，给多少头头脑脑的搓过澡、修过脚，这种事儿啊，见多了。哦，师傅，人家都用汽锤和鼓风机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换了？闲累了啊？不累，不急。这桃源镇上的事还说不清楚呢。你怕店铺又被关了？我怕啥？人家硬要来关，咱就到县里去卖刀，反正饿不着肚皮。海师傅，啊，不，啥时候学的文绉绉的了啊？海师傅，有啥事说吧。哎呀，我家宰猪草的铡刀坏了，想请你啊，再去打一把哟。要刀让贵才给你打就是了嘛。哦，你没听人说过桃源镇两件宝，金豆腐、海铁刀，那当然要你打的才是宝哦。这话我爱听。贵才，挑块好料烧上，我来打。啊，好，来请。海师傅啊，我听人说你和侄儿在县里开了一菜刀铺，哎，生意不错吧？我的海铁刀啊，平昌县名优产品了。哦，那生意还做得了啊？哎呀，都成名牌产品了。那你在县上一定有门路，有后台。哎，手艺人要什么后台呀？靠的是手艺好。我师傅，你做了一手好豆腐，还整天东怕西怕，怕啥？天干饿不死手艺人，你说是不？哦，海老头，你出来一下。哦，王公安，要买刀啊？海老头，我看你这张嘴才像是一把刀，
到处乱说，散布谣言。走，跟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怎么，要抓人？是陆所长请你去。这还差不多，散布谣言，老子要不谣言散布到派出所去。行行行行，走。鬼子，晚上我要回不来啊，给我送上棉絮啊。哎，啊，陆所长，哟，你们还没吃饭呢吧？马主任，您来了。马主任，哎，马主任，我看还是把海老头先放回去，再做进一步调查。哎呀，急什么？来来来，先喝点酒。哟，还有下酒菜呢啊！不着急，等我们家老黄回来再说吧。你听听，你听听这老头，这关在底下还唱戏呢。我说这老头不能放嘛，要不我们家老黄回来怎么交代呢？是，你们先吃饭吧。我就不陪了啊。你慢走啊。哎，马主任，慢走。哎，你可要记住哦。知道啊。别送了啊，不送了。陆所长，老王，你看，嗯，你给海老头送点饭去，明儿一早给县里打个电话，了解了解情况。嗯，哎，所长，嗯，我觉得海老头说的像是真的。谁搞得清楚？哎，我说，这海老头这一被抓，我这心里啊倒踏实了。这说明黄志忠倒不了台，倒不了好啊，咱就有个指望喽。咱凭手艺吃饭，指望谁？咱谁也不靠。嗯，你以为我想靠啊？你以为我想像孙子一样天天进那个小楼啊？可是不靠，谁去给咱赶走那个小妖精？谁给咱批宅基地哟？哎，这不，你不也想求个指标啊？再要个儿子？去去去！是你想还是我想？厚脸皮！哎呀，没个儿子，这金豆腐传给谁哟？熬吧，黄家，黄家真他妈是个冤家。冤家你还巴结？那谁让人家是镇长啊？咱呐还得去炸两班老豆腐，腌得臭臭的，臭死的。伯父，来来来来来，来，来，慢慢吃啊。嗯。张玉高，坐下。嗯。嗯。哎呀，陆所长见笑了，两块油糕还收什么钱嘛？瞧你说的，你把我当成国父那种孩子了。嗯。那就不好意思了。哎。海老头还没放出来吧？事情没搞清楚。陆所长，嗯，什么事儿？陆所长，你干嘛？我听话点，我抓住你们了呀！海老头，起来吧，嗯，你可以出去了。我不明不白的进来，又不明不白的出去，你就不干。嗨，是这样。刚才啊，
我们同在县里的赵书记通了电话，说你讲的事情有一定的依据啊。哎，这还差不多。我不是造谣犯吧？不过有些情况还在做进一步的调查，是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出去以后你可不能乱说话。我可没乱说，就注意不收房钱吧。哎，如果调查需要，我随时恭候。哎呀，走吧你。哟，师姑儿，你还赶到我这儿来呀？海老头的话没把你给吓着？这个海老头啊，他净瞎说。哎，那黄镇长那咋能是他说的那种人呢？哎，这个老东西啊，那当初要是没有黄镇长，哎，给他那两间房子，哎，他那个铁匠铺啊，那能开得成啊？还是你看在眼里哦。他呀，真是翻脸不认人哦。就是，你说我们两口子啊，哪点对不住他？哦，这年头啊，人心都让狗吃喽。哎，石棍儿。哦。那海老头的话，你信不信呢？哎，那咋能信呢？啊？海老头因为说了黄镇长的坏话，才被关到派出所的嘛。哦，你是看见海老头被关起来了，才赶到我这儿来的？不是啊，马主任，你听我说呀，马主任，我金石棍可不是那种不讲良心的人呐。哦，你有的臭豆腐我都替您腌好了，你不信你去我家看看。我知道你这个人心好，好人有好报嘛。哎，马主任，等我家老庞回来不会亏待你的。哦，马主任，我给您汇报个情况。那玉泉的豆腐王来咱们镇上卖豆腐，他没经过市管会吧？这个我知道。您知道我这个当主任的还是白吃饭呢？怎么，他抢了你的生意了？哎，昨天就剩下好些豆腐，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啊。我说师傅，我是咋个出来的？你这个人呢、啊、是陆所长亲自送我出来，要不我才不出来呢。金师傅啊，挂旗帜了。韩老头，你是怎么出来的？你说我怎么出来的？你这个老东西，你是逃出来的。金石棍，快去叫陆所长，把他抓回去，让他坐牢。抓我？马艳凤，我实话告诉你吧，今天早上派出所陆所长跟赵书记通了电话，证明我没造谣。坐牢？我倒要看看究竟是我姓海的还是他姓黄的。你厉害厉害。海老头，你是造谣，你污蔑。那我就坐在那儿等你来抓。你等着，快去叫陆所长。海老头，你等着瞧。天天吃豆腐吃不腻啊。我跟你说呀，我爸说的，豆腐吃多了要变稀释的。什么吃了豆腐要变稀释啊？你们家的豆腐我都吃腻了。那你跟我爸说，让他不要再送了吗？嗯，你来我家干啥？啊？我来拿小老黄我的书啊。哎，国富啊，
小兰他妈受了风寒，头疼，你先回去啊。妈明明在推磨，你骗人！推磨也是为了发汗呢，治感冒。进就不进，我还懒得闻豆渣臭呢。石棍儿，你在外面受了气，也不该找小兰出气嘛。是你说的，他家是镇长，让我跟他玩的。我说小兰，从今往后啊，你就别和国父玩了啊。我呢，也不去他家送豆腐，啊。我不，你不去送豆腐，我去。你敢？石棍儿，小兰，听你爸话啊。你当我愿意去啊？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金石棍为了送豆腐，在桃园镇把面子都丢光了。别学你爹，人没面子，让人瞧不起。你就不想有个好脸面？小兰，我说红石，你说。姓黄的是垮了好还是不垮好？我咋知道呢？四叔公，哦、您的酒打好了。哦、四叔公，打酒啊！哦，哎，我来。好、哦、好，哎，好，您慢走啊。哎，四叔公啊，啊，我呀、啊，求您捞点事儿。什么事儿啊？我想请您老出面，请海老头啊喝台酒。哎呀，你还在为黄志忠的事儿动心思啊？您说，这怪不怪？黄镇长被抓的事儿，这海老头怎么比陆所长还先想啊？既有鸡路，瞎有瞎路，各有各的门路。哎，谁知道海老头有什么通天的路啊？就是，这黄镇长要是垮了，我可不愿意得罪他。没垮你也不能得罪他，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说是不是？所以，我想请您老出面，请他喝台酒。喝酒？哦，海老头，哦，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哼，我看，你请他唱台擂鼓。他准来，哎，唱擂鼓就怕太张扬了。哎呀，你这个人呐，该张扬的时候就得张扬，啊？哦。哎，石婶。嗯。来了，工作组来了。哎，这次。马艳凤可没通知工作组来吃饭喽。哎，还吃？他们白吃了多少啊？徐婶，我告诉你，我这儿可是记了一本明细账的哟。哼，嗯，账谁不会记呀、啊？四叔公，哦，您的棉絮躺好了。啊，好。嗯，好，我走了。啊，您慢走啊。啊，好。哦，马主任，哎呀，谈棉絮啊，哎哈，天暖了，换成薄的。哎呀，买这么多菜呀、啊，啊，哎，这要是自习请客呀、啊。哎，四叔公，啊，您的报纸
哎呦，谢谢谢谢啊！我都没有那么大福分，让你马主任给我拿报纸啊！啊，真是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刚才路过邮电所，报纸刚好到。四叔公，还是您有水平。咱们镇呐，就您一个人订了《人民日报》。四叔公，马主任，你好。工作习惯了，你想啊，那么多头头脑脑到我那洗澡修脚谈论国家大事，我要是一问三不知那就不好了。四叔公是见过大世面的，那桃园镇上的人呢、啊、就是见识短，以后有事儿啊还得多请教您呢。哎呀，谈不上谈不上，你也是国家干部嘛，啊，平常要注意学习，多看书，多看新闻，哎，不要总是打麻将看武打片儿误事儿。就是你看我们家那志忠啊，就是不爱学习。哎，你看这弄的工作组都来了不是。哦，哎，您说这工作组是不是来定罪的？嗯，应该叫调查组啊，了解情况啊。定罪嘛，那得有证据。海老头随便说两句，那算不了数啊！啊，胡老开，叔、啊、公，依我看呐、啊，这两年啊，志忠在我们镇上当镇长，那还是不错的啊。基层干部嘛，谁没有个小毛病啊？啊，只要不犯大错就行，无妨。啊。哎呀，还是四叔公有水平，您看得准呐、啊。我还得去买点黑木耳啊，给省上一个熟人带去。啊，我先去了啊。哎，同志，你看，还有点喜气吧？啊，原来的门神有啥不好，非要换？哎呀，这两天咱太倒霉啊，换张新门神，咱也冲冲晦气。我说洪志，待会儿你把我那胡琴找出来，我去唱戏啊。我整天在豆腐房里忙活，你倒清闲，还要去唱戏。清闲，我这心都快累死了。要不是为了同海老头和好，我才不干呢。又不挣钱，这不为谁、啊。和好和好，看那个打铁的怎么。海师傅忙啊？咋不忙啊？自打我从派出所出来啊，镇上家家的刀好像都坏了，都来找我打。那是你手艺好。哎，你别奉承我啊，打铁的就是看不惯软骨头。是啥事儿？四叔公带话来说是你想唱台尾鼓，我把胡琴找出来了，好久不唱了，咱哥俩先练练。是我想啊，还是你想啊？啊，给咱给你弄几杯三花茶。哦，哎，里边里边里边。哎，这回我要唱包公啊，你胡琴别跑调。哎呀，包公戏我不太熟啊。啊，不上包公我就不上了。唱唱，包公好，包青天嘛。好了，嗯，唱了啊，哎，包面儿啊，凑凑凑凑一凑喽，壮凑，不由我老包子，暗自悲伤，这一打凑凑凑凑一凑喽，壮凑，为的。是高海的心，只一扎那个老内洞，扎断。嗯，我妈叫你明天早上送，嗯，一斤豆腐干，一斤豆腐皮，半斤油豆腐和四块老豆腐到我们家。给你啊。哎呀，一次送那么多东西，我就是变魔术也变不出来啊。
那我回去咋跟我妈说嘛？她明天要请客的。回去跟你妈说，磨子坏了啊！你快回去。工作组都来了，还不老实？小官，你回去算算，这几年姓黄的白吃白拿你多少？理个清单，摁上手边给我，我给工作组送去，让他罪加一等。哦，走，咱们接着唱。哎。小兰，快去睡，明儿还要上学，啊？小兰，你快去睡吧，啊？哎。两年半就是913天，这一天，按200板豆腐算。那就是1488.08，狗东西！我就是喂猪，也能捞几锅肉呢。你真要算出来给工作组啊？那当然。那有了这张单子，我金世贵也是受害者。嗨，没这单子，你就不是受害者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那话不能那么说。从前有从前的情况，现在有现在的局势。人嘛，能看多远？还不都是车到山前才去看路啊？那你这回就看清楚了。船到岸了，下船下船下船！哎，娃娃们，哎，不要不要跑啊，不要跑！哎，乖一点，哎，走好啊，走好走好！哎，我说师贵啊，哎，人家豆腐王的豆腐才卖7毛钱一板，你拿豆腐抵船钱，可要多给我切两块啊！他的豆腐，那怎么能和我比啊？啊？我不管，你要是不肯，老子就只认现情。别那么凶嘛。赵婶儿，把你肥皂借我用一下。你也亏不了，反正啊，你也不敢往小楼里送豆腐了。你管得宽。秋江湖。爸，快点。哦。一只船呐。哎呀，我这青菜头可新鲜了，你看。来了啊。轻点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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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师哥来了。就是啊。哎呦，饭馆要豆腐，喊老女跑一趟，那你打个招呼。我给你送了，不麻烦你了，我反正要买菜的。金豆腐，李婶儿，来了，来了，哎，三婶儿，该死的小妖精，老子今天也卖7毛。卖金豆腐7毛一板，卖金豆腐。马主任，哎，你今天亲自扫地呀？哎呀，徐婶，工作组不是来了吗？我负责接待呀。啊，就没时间管理市场了。这地呢，打扫得干净点，大家买菜卖菜都方便，不是？也给工作组留个好印象。哎哎，就是就是。哎，徐婶，人家县里的水平就是高，不随便相信坏人的诬告。他们还要仔细调查呢。哎哎哎哎，人家王县长啊，亲自跟我们当家的说，共产党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我知道不知道？哎，老哥，麻烦你给我照顾一下摊子，
我今儿拉肚子，去趟茅房。嗯。小兰儿，吃饭了。哎。哎呀，咋个又是豆腐嘛？这两天我都吃烦了。卖不完，人不吃总不能喂猪吧？卖不完就送给国父他们家嘛。国父国父，又不是你先人，他妈要是能把小妖精赶走，我就送。算了算了，我去淘点米，煮点干饭。哎呀，我哪有时间等啊？吃完饭，我还要上围谷呢。四十公啊，媳妇儿，哎，打提面锣啊，今儿不唱，打铁的要唱，他瘾大，走。四官，哎，我听说国父给您要豆腐，你把他给骂出去了。哎，那现在这种形势，我还敢送啊？你知道今天马元凤请的客人是谁呀、啊？谁呀、啊？哎，说出来又得把你吓一跳。工作组的杨副组长。啊？不会吧？那工作组是来调查他家问题的，还能在他家吃饭？怎么不会啊？工作组的杨副组长啊，是他家一个远方亲戚，还得管马元凤叫三婶儿啊。嗯，真的把你吓住了。师傅，我就说嘛，啊，工作组的副组长愣派他家一个远方亲戚，怎么能秉公执法嘛？啊，快走吧，走。哎，那怎么说，黄镇长就没事了？不是没有事儿，而是给他算不算成事儿。算了，跟你说不清楚啊，等唱完威鼓再说，打铁的还等着呢啊，快走。哎呀，快走啊。你拉的这是什么调啊？哭丧呢？对不住对不住，好久不拉，手生了。再说这个包公戏我也不太熟。不熟、啊、你拉的算了算了，这个不熟啊，换个别的吧。啊，好好好好，那就唱段俗的啊。风筝误，岂有仙，丑洞房一段。这是什么这个人你可拉好了啊。哦哟，我倒是个假人，瞧原来是个丑货哟。对对对对，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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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起。我倒是个家人，原来是你妈个臭狐哟。我是说官家女才是过鬼怪后呀。
我见了不少，从未见他凑得来这么样子蹊跷。你看他，鼻子塌来额头有宝，一脸的大麻子，几根黄毛，这是我有钱爱票的魔包，这样人你叫我啊啊啊啊啊啊，如何开笑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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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说金石官，你拉了情敌偷豆腐墨似的。算了，不账了。哎，海师傅，不账不账，你们账你们账，你们结账。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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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来唱唱。哎，来来来，你们唱你们唱。来来来，得罪得罪。来来来，一块唱。得罪得罪。师傅，唱唱。哎，你俩去，不不不。哎，师傅别走，你别走，师傅。唱，师傅。没买的金豆腐，要不然呢，这豆腐鱼会更鲜的。来，尝尝尝尝，我再拿一瓶。哎，够了够了。对呀。唱够了，唱哑了。过来搭把手，帮我捡一点生虫的豆子。哎呀，生虫就生虫，磨成豆腐谁吃得出？哎，是你不准用生虫的豆子磨豆腐的。唱戏唱了一脸的晦气。哎，小兰，这明儿个一早，你帮爸给国父家送点豆腐去啊。哎，爸不好去吗？我不去。哎，你听爸说嘛，这国府家、哎、怎么了？方向又变了。你这是一天变几遍呢？啊，变得越来越复杂喽。哎呀，你不懂。我晓得，国府今天说了，等他爸回来要收拾你们这些整他家的人。嗯，哎，他真这么说了？咋个不是真的？反正我不去，是你说的，人没面子。叫人瞧不起。大哥，风向又变了。哎，变了。哎，我说，小兰不去，你去。我去。哎呀，海师傅，你让狗娃子跳车没来，这叫我咋谢你、啊？你看这见外了不是？谁到哪儿啊？哎，听电话，狗娃子。桃园镇上就咱俩是单身汉，我不帮你谁帮你？那天派出所那事儿，哎，不说了，都是让马元凤逼的。哎，对了，嗯，你咋知道黄志忠那事儿啊？在县城里听说的。那你也不落实，就到处乱讲。你就不怕呀？不怕，就是心里边有点虚。不过姓黄的本来就不是好人，你说他是不是贪官？嗯？当然他不说，他不说。张大铁、李大铁打把铲铲送姐姐，姐姐她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打毛铁。
哎，海师傅，哎，你咋知道我铲子坏了？哎，你的事情我还不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落实在行动上。讨厌。啊，又要给镇政府送水啊？哎，马主任来打过招呼了，说工作组来了，水要送好。哼，这个马艳凤，他以为请工作组吃好喝好就没事了，没那么便宜。这我来，我来吧。谢谢了，走了，你走好啊。哎，哎，小心点儿。海师傅，这可是最后一个小的，小的。小兰他妈又送豆腐去了。哎呀，不，我买菜。海大伯，您忙啊？忙，这工作组啊让我去一趟，协助搞调查。哦、哎，我说你们家试棍儿就会磨豆腐，那胡线拉的没板没眼。真不像话！石棍儿，回来了。哎，送了。送了。哎，送的好，送的好。嗯，那他怎么说啊？他问你咋个没去。那你咋说的？我说你在家修磨子呢。说得好，说得好。你看，你看啊，我把礼物都买好了，今儿个下午我再去一趟。哎，我在镇上碰到海老头了，他说工作组找他谈话呢。你看，你看啊，这昨天吃了情，今儿个就谈话。我看工作组啊，八成是有态度。啊？哎，学长。谁呀？马主任，是我金世贵啊。哦，世贵啊。哟，哎呦，哎哎，快屋里坐，屋里坐啊。好好好。哎，屋里坐。你瞧，你看这屋里乱的。马主任，哎，我听红芝回来说您身体不舒服，我就过来看看。哎。你呀，来看看就行了，还带什么东西呀？其实啊，我也没什么病，就这心里头有点堵得慌。哦，有人告黄镇长吗？哪像你呀，舒心舒肝的，还有心思去唱擂鼓。那是四叔公要唱，让我去拉琴。你呀。你骗不了我，是海老头要唱包公。昨天晚上请工作组吃饭，本来呢想让他们尝尝，尝尝你的金豆腐，可是你呀，马主任，磨子坏了，红芝今天早上不就送来了？还是你好，不是脸。哎，你说说啊，想整我们那些人呐？说罪证就是这座房子，你说可笑不可笑？这修房子的钱我们两口子能说得清楚？哦，再说工作组也不会冤枉好人，你说对不对？就是就是。哎，要是工作组啊让我作证，我就证明黄镇长是个好人。哦，你证明？那咱乡里乡亲的最了解，不是？那好，等我们家老黄回来，一定好好报答你。马主任，就是这两天我那豆腐不太好卖。你呀，哎，你还别说，自从拜了马鞍凤这尊菩萨，我这心里啊踏实多了。踏实个屁！你全那小妖精赶走了。嘿嘿，你别急啊，这次我是看准了。
谁呀？你去开门，要是海老头找我，就说我不在。谁呀？是我，红枝妹子，我是马艳凤啊。哎呀，是马主任，石罐儿，马主任来了，是马主任。哎呀，马主任，马主任，哎呀，稀客稀客，难得今天晚上有点空，我来看看你们。去屋里坐，屋里坐，日子过得不错嘛，这门神都是新贴的呀。哎呦，马主任，托您的福啊。快快，请里面坐，里面坐。红枝，倒茶。这两瓶酒是工作组杨组长送的，我又不会喝，就给你们拿来了。马主任坐。哎呀，这可是杨组长送给您的情分，您还是留着，等黄镇长回来喝。我这张臭嘴啊，哪配喝这么高级的酒。你看你看。是啊，马主任，石棍是个乡巴佬，他就喝几口老白干就行了。石棍哪是乡巴佬啊，那么好的手艺，远近闻名的金豆腐嘛。我们家老黄就说过，要把石棍啊送到县里去，当县里的先进个体户。全靠黄镇长马主任关照。就是关照的不够不是。你看豆腐都那么有名了，还没有个像样的豆腐房吧？就是就是，是小了点儿。哦，带我去看看，我还不知道你们那豆腐啊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请请。您看。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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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石棍啊，你可真有本事啊，啊这么小的屋子里能做出那么好吃豆腐。哎，马主任，我们早就想修修房子，建个宽敞点的豆腐房了。是啊是啊。就是得先批块宅基地。哎，那还不好说，等我们家老黄回来批了就是了。要说呢，这豆腐房啊是应该建在镇子上，要不然你们两口子这么挑来挑去的多辛苦啊。这生意呀、啊、也搞不大不是啊。哎呀，这样我们连想都没敢想。这有什么不敢想的，海老头的铁匠铺不就在镇子上吗，说不定哪天就关门了。还是马主任想的周到。哎，你看你看，见外了不是。乡里乡亲的，这还不是应该的吗，日久见人心嘛。哦。哎，红枝妹子，有啥事儿你先忙去吧。啊，我不忙。红枝，那不是还有一筐生虫的豆子没捡完，快去捡啊。哎，马主任，您慢慢看啊。哎哎。马主任，我添把火。石棍儿，哦，海老头是不是到处在说我们家修房子的事儿？就是就是。其实那房子就花了10000多块钱，那砖头啊木料用的都是次品，人工呢也是熟人帮忙。哦。按理说呢，我和老黄的工资修这房子是有点困难，所以啊也借了点钱，可能都是有凭据人证的呀。就是就是。要是工作组查清了，看那个打铁的咋办。工作组那儿倒好说，就是有5000块钱不太好办，那是我们家老黄找王县长借的。哦，找王县长借的。哎呀，可不是，四清那会儿啊，他们两个人吃在一个锅里睡在一张床上，就像亲兄弟一样。
那咋不好说呢？哎呀，这种事能把人家领导扯进来，能让王县长出来作证？就是。哎，所以啊，我想请你出来帮个忙。我帮忙？哦，对了，茶铺王寡妇那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不许他那侄女儿再到咱们桃园镇上来卖豆腐。太谢谢马主任了。这是一张借条，这5000块钱就说是你借给我们的，工作组要是找你就把这个交给他们。马主任，马主任，哎呦，哎呀，是个兄弟，哎，还来送豆腐，哎呀，真是的。这不，黄镇长要回来了，是啊，我就炸了两板老豆腐，他爱吃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哎，来来来，哎，屋里坐，屋里坐吧。不了不了，我还要去做生意。马主任，你上回说那铁匠铺那事儿，哎呀，这回啊，海老头成了诬告不是？哦，诬告是要治罪的。那是。那他还能在镇子上开成铺子啊？你想想，反正那铺面是公家的，等我们家老黄回来租给你就是了。镇上开个豆腐房，你们吃豆腐就更方便了。你说，他金石棍儿会借5000块钱给黄志忠盖楼？不谈了，不谈了。这两年他卖豆腐，恐怕也赚了点钱。屁钱！这个世道，就让这些爬墙头、随风摆的坏种搞球的。算了算了，工作组也走了，证据也取了，你呀就安心打你的铁啊！打铁？老子被人当铁打了！整个桃源镇呐、啊。还就是你的刀最好，别生气，气上干啊！四叔公，金石棍，四叔公在这儿啊。干啥？我啊，看看房子。不是东西。嗯？不是东西是什么？狗。狗也是东西啊！告诉你，乖，告倒他黄志忠，走吧，我就不姓海。哎呀，好了，行了，你爱告不告啊？少说两句，不开铁匠铺，哎呀，更好。哎呀，行了，我拿着铺开豆腐房。什么？吵架？别看你刚抱着粗腿。他没得志呢，就把我老子嘴撒掉。你敢张，我就敢撒。白师傅，白师傅，哎，哎呦，师傅，好了，师傅，别高兴，你等着，你等着，你别走，师傅，你别走，你别走，师傅，你看看这，哎呦，你看，你等着，等黄站长回来，我把你整出尿来。好了，行了，我就不姓金。别说了。他还打你，咱告马主任去。我都气过了，凭良心讲，我也该挨他这一拳。管他呢，哎，我
告诉你啊，今天马主任说要把海老头那间铺子给咱。真的？哦。等把豆腐房搬到镇上去，咱就添个店铺。添。我还让你给我添个儿子呢。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我咋晓得啊？金豆腐啊，来碗明前嫩芽怎么样？不，单花。哟，你还嫌贵呀？嗯，人家玉泉豆腐王可是从来不喝三级花茶的哟。我说三花就三花。哎，金石棍，你在这喝茶呢？你哎，你不是拉木料吗？嗯，快点快点。哎呦，忘了啊，回见啊。啊，快点，待会儿我还拉演戏的行头呢。走了。什么演戏的行头？啊，嗨，海老头回来了，带回了县剧团，说是演包公。他回来了？是县长演包公啊？今晚在戏台演包公。狗娃子啊，这海老头来打水的时候告诉我说，县上工作组待会儿就到啊。哦，哎，快走吧。狗娃子啊，我忘拿钱，咱们改天啊。哎呀，金石棍啊，金石棍，你安心要白烧我的油啊你。狗娃子啊，你说怪不怪，这打铁的一回来啊，卖豆腐的就心虚啊。青天包公，临公之法，贪官污吏，大我难逃喽！快点啊！天包公，领公之马，贪官污吏，法网难逃。各位乡亲，各位父老，今天晚上赏光戏台，包公砸侄儿，铁面无私喽。今天包公，领公之马，话要多，扯开戏场子，未必就能翻天。今天包公，领公之法，贪官污吏，法网难逃喽。哎哎，国父，啥事儿啊？你爸啥时候能回来？我妈说县上还在调查嘛。工作组啊又来了，刚才又把我妈给叫去了。哎，海师傅，我是海师傅。就这么几个人叫我怎么演呢？包大人你放心，不管多少人看，时间一到咱就开演，钱我一分一厘也不少。好，那就好。准备哎，都准备好啊。你晓不晓得这次工作组的头头是哪个？是哪个？是县上什么纪律主任。老大，是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真的，狗娃子，哎，你听听，
这锣鼓啊都响起来了。郭旭公，这戏都开场了。忙什么？开场人不还没完来了。你看，老板娘，你换个能打动刚才我看见金世贵进到镇政府的门的吗？哎，到达什么？他现在正在过堂呢。敏公，借以林子为例，以小小县令，不到一年功夫，竟贪赃银两几大数缸，其余的就可想而知喽。此话不真。我真的，我真没借钱给他。昏了，瞅着你。哼，平常多看看报，也不至于这么糊涂吧？要得。欺人来欺此恨，打马包面小主啊真，苏娇儿为官要起了阵。醉酒儿他人耽误法海里民郎要忘个头哎将路才来上困为百姓我陈塘了唐有贪官何无理